我叫 Helqem Ruzi，我是仁泰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一名助产师。我从2001年参加工作起就在妇产科，今年刚好第20年了。从我工作到现在，随校也接生了5000到6000个孩子，有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彝族、蒙古族、土家族、傈族等等等等。我们医院里从来都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。产妇到我们科以后，我们从来都不分她是什么民族、什么工作，到我们这里来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都会用最好的服务照顾好她们。